在创作上面，尤其是很多功能性的音乐上面，我觉得 AI 的可替代性已经非常强了。那么这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它会促使包括听众整个的音乐审美会往更加这个高的需求去发展，然后它会迫使音乐家艺术家往更加个性化的表达。我肯定觉得是刚才那位朱老师赢了，因为就是首先它的速度就比 AI 要快一些，对吧？然后其次的话，就是可以从朱老师的演奏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情绪上的流露，我会觉得相比之下会比 AI 给我带来的感觉会有更多的情绪上的共鸣。